那为了我们上课方便，因为等一下我要解释这张图代表的意义，所以我先把格式加上去。好，首先针对这张图的格式，那我想最重要应该就是那个百分比，而且我们去比，通常我们都是在比百分比。很少在比那个数值，比数值其实真的没有意义。花莲结婚对数多，还是台北结婚对数多？所以台北的结婚对数多，我们就说台北比较幸福。这什么统计啊？听得懂吗？听得懂啊？好，那如果说我们今天拿人口数来校正。听得懂哦，花莲算出来的结婚人口比，对不对？跟台北算出来的结婚人口比，然后这两个才具有可比性，去说台北的那个结婚那个，而且这样算出来，可能那个台北的结婚率是。比较低的，离婚率是比较高的，听得懂我的意思吗？好，好了，我们现在先加一点格式进去，所以点选它，点这个格式，这边是不是有三个？就是针对这张图的视觉效果，有栏位、格式、分析，对不对？三个。所以请点格式，为什么点格式？因为我想要加标签，加这个到底是值是多少，所以在这边标签资料标签，请打开，请打开。这个字你会不会觉得太小了？对，我也觉得太小了，干脆在做简报的时候，把那个最高的那个值。重新画过，就是插入一个文字方块。等一下，我们再把这个好好的去画出来，这样听得懂哦。然后就直接放在它的上面。好，可是现在我们这个太小了，所以也不好，所以我们把它稍微放大一点。资料标签这个往下的往右的这个箭头点一下，然后请把值。放大，首先是什么？是这一个 Arial Black，这个字稍微粗一点，然后变成14好了，14级。然后请稍微注意一下色彩，色彩因为它是视觉化，它都不是用正黑，可是我还是喜欢正黑。然后值小数位数是一位。记住，所有的比例我们只比到小数位一位，你永远都可以算到小数位两位、三位，但是我觉得没有意义，可以吗？那请问能不能不放小数位？不行，比例一定要计算到小数位一位。为什么？我很不喜欢，就直接告诉你说。一加一就是二，我喜欢把那个道理讲给你听，听得懂哦。所以我想就是最多网络上的网友啊，对我的评价说我话痨，其实我讲话又慢，我怎么会是话痨呢？我只是要告诉你，就是说为什么要计算到小数位一位，因为它是有别于整数的一个。意义对不对？不然你就不要用那个小数百分比嘛。好，那两位其实这边，其实我觉得连放我都不太想要放。可是大家已经被养成一个习惯，看那个表格，所以不放数字好像就是很奇怪。好，